小哥哥，你的身材真好，能不能给人家看看呀？不行啊。你说什么？我亮出来怕吓到你。你再重新上线一次，我有事情要办。不行，现在换你去上线，换我来弄这个了。我已经受过一次苦了。哎，什么时候轮到你给我发工资了，你再来安排我？哈喽，美女，我又回来了。小哥哥，你可真调皮。你刚才匆匆下线，人家还以为你不喜欢人家呢。小哥哥，我又看不到你了，你是拿什么在上网啊？要不要我借你一根网线？你可以顺着网线来找我啊。不管到底是什么东西，请问你快点，我看不下去了。小哥哥，能不能给人家看一下羞羞的地方呀？啊！